好好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就行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？哦，不用了，有缘再见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出来相亲都不知道收拾一下你自己，看你那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净给我丢人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出现点小意外。早知道你这条件，我就不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做我男朋友啊，条件也不高，每个月给我50000，给得起就聊，给不起呀，我就走了。啊，你这是找男朋友还是？还是什么还是啊？你一个穷小子还挑我的理，我就这样，怎么了？哥哥哥，就是那个人刚才救的我。兄弟，就是你刚才救的我妹妹啊，你说你怎么走这么急呀、啊？包都忘拿了，看看东西少没少？这是现金，还有你的车钥匙。这些都是你的呀？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你也没时间听我说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听说你一个月要50000生活费才能跟你聊，是吧？那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关键是你值吗？哎呀，我刚才呀是跟他开玩笑的。兄弟，咱走吧。哎哎，别走啊！老板，谢谢你刚才替我解围。这些东西还给你。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？那我请你看电影吧。可是我的脸太脏了。哎，脸脏了可以洗，只要心干净就行。快拿我们公司刚研发的这款羊奶蚕丝蛋白精华皂洗洗脸吧。它打出的泡沫温和细腻，并且还能拉丝，可以控油洁面，清理脸上的黑头和粉刺，就算是敏感肌、痘痘脸都可以放心使用。洗完脸感觉怎么样啊？洗完脸感觉滑滑的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。对了，它可以用来洗澡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如果你也经常熬夜，脸上爱出油，鼻两侧有黑头粉刺，脸上有痘痘螨虫，就可以选择咱家这款蚕丝皂来进行日常护理。平时我们家卖59.9一盒，现在只要点击视频左下方29.9拍一盒，发三盒，并且还包邮。如果你也有需要，就快去左下方拍一单吧。啊，这么划算呀，那我赶快去多囤一些。好了，